主演的折子戏。故事讲述花田盛会，热闹滚滚。刘家小姐月英借花田会暗中挑选成龙败死。一阵风，一条小罗根成就了一件钟情的甜蜜爱情故事。接下来有请广东粤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苏林轩、李文哲为我们带来折子戏《花田错会》，掌声有请。
归时伴彩蝶，
阿母妹问自挥差言化间自世也还容花不种，相思地，月下叫千道夜相思。看那音，双飞亦有念爱烟，人。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我们的演出。首先呢，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粤剧折子戏呢，就是由小蛋，就是由花旦和小生主演的折子戏的。有请优秀青年演员林飞鸿、何华亮为我们带来剑侠钗缘，掌声有请。离十行，又使爱妻多命
兼及差人，又新一日都忙一日啊！冰头连尘亦有根基重，权势重望轻，自知爱情重，与你数对夫妻成两红。心一痛，旧事光。
更益小玉恩心肠。他们很少能够放松。
動作和情節，將觀眾引入特定的戲劇情景之中。這個呢就是戲曲藝術程式表演手法的精髓和靈魂了。例如呢，在舞馬的舞台上，演員手執馬鞭，通過不同的動作就可以表現出上馬或者是落馬的動作。又譬如接下來這個粵劇小旦折子戲，在一個舞花園的舞台上，演員通過程式身段動作的表演，將戲劇情景引入一片百花齊放的大花園之中，經歷一年十二個月的百花之美，讓人賞心悅目，回味無窮。咁該劇咧係以丫鬟梅英為主角嘅，着重表現咗佢嘅聰明伶俐，特別係表演表花時載歌載舞，配合扇啦同埋八角巾嘅表演，表現出天真可愛小丫鬟嘅形象。呢出戲咧表演形式歡快活潑，將傳統小旦戲特有的密布圓場、抖肩等程式表演達到了極致，深受廣大觀眾的喜愛。事不宜遲，馬上請出廣東粵劇院的優秀青年演員朱曉琪、譚敏儀，為我們帶來粵劇折子戲《表花》，掌聲有請。
青年演员为我们带来了一出这么精彩的粤剧折子戏，同时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和支持。